Hello， 这里是 FM 20999绿绿私塾空中 Radio， 各位线上的伙伴，大家早安！在连续假日的最后一个旅程，今明两天呢就要结束我们长达五天的清明连假。在清明连假里，不晓得伙伴有去见了想见的人吗？或者是有到让自己充电然后重新开始的好地方吗？今天绿绿私塾空中 Radio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新书，还有新的心灵牌卡之外呢，我们今天要在线上送出十张我们绿绿私塾特制的明信片，Sweet Q 青鸟送暖明信片。那在今天早上的直播当中，有伙伴可以获得这样的明信片。那这个明信片也是我们即将在4月22号见面会的一个爱的小礼物之一。所以呢，今天线上的活动算是让不能抵达乌日的罗布森书虫房的伙伴们可以在线上拿到这样的一张明信片。好，那我们听一段小音乐，再来等其他的伙伴进来之后，大概在60秒后我们开始今天绿绿私塾大人的美学时光。我们今天有书本的导读以及牌卡的运用，还有最后我们要送出绿绿私塾 Sweet Q 的这个全新的文创明信片，那由绿绿为您在背后提上您喜欢的文字，然后寄给您。OK， 那大家先准备一下咯。好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02分，伙伴早安。今天是2018年的4月7号，在这样的一个春寒料峭的时节里，时冷时暖的一个节气，大家要记得衣服要洋葱式穿法，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好的，今天早上的课程比较多元化，那也是绿绿回国之后呢一直想要恢复的一个直播教学。在马来西亚的工作坊里，绿绿遇到很多跟我们台湾伙伴一样热情的好朋友们。那在此趟的旅程当中，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自己了。所以回国之后呢，觉得应该要再重新出发，在过去连续一年的直播里呢，跟伙伴的现场互动其实是绿绿很难忘的。所以今天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大家呢可以再次呢回到绿绿私塾，然后我们一起共创教育的桃花源。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今天在早上的直播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们可以获得呢绿绿私塾呢限量特制的 Sweet Q 青鸟送暖的一个明信片。那今天绿绿会现场写字，然后把这张美丽的明信片送给大家，同时也预告4月22号罗布森书虫房绿绿私塾跟大家第一次的新书见面会，也是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在中部。那因为这一次比较特殊，是有邀请了我们牌卡的制作老师Andy 老师跟晶晶老师来到现场，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伙伴呢如果有空的话呢，4月12号来一趟乌日的罗布森书虫房，让大家见个面吧。那我们现场有精美的文创小礼物哦，好，希望可以送给大家。那今天我们要来落实 Sweet Q 创客集里的一个创客实作，
跟写字有关系的。如果您有买到这一本书的话，因为它是限量，现在连海外呢想要跟绿绿订购，目前呢都还没有确认可以有货给他们哦，因为目前绿绿还在追印刷厂。那 SweetQ 创客集呢，从封面设计开始呢，都是由绿绿跟绿绿的团队一起来进行的。那封面设计一看就是非常的有 feel， 对不对？当然要夸奖一下，因为这是小四叶设计的，这是小四叶的图画，它的拓印画。所以呢，4月22号我们的见面会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到底是怎么诞生的。那小四叶今天在睡觉哦，因为他昨天跌倒了，所以双腿呢膝盖都严重擦伤哦。那这个做妈妈的很心疼，但是做爸爸的说小孩子要跌一跌才会长大，所以在安全无虞之下呢，就是我们很平静的接受了他这一次奔跑跌倒哦。当然绿绿不是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妈妈，所以我也是告诉四叶说，你要从这件事情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慢条斯理，谨慎而后行，不要那么快乐的兴奋的冲刺，然后呢结果双腿的膝盖都严重擦伤，这个是非常疼痛的。那四叶也知道哦，虽然在擦药的过程他一直哭一直哭哦。好，伙伴早安。那今天就四叶说这是代表他的这个公仔娃娃要陪伴大家，然后还帮绿绿老师准备了他的小玩具哈，我们现场有布置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好，那先问一下大家，这个背景音乐会不会太大声呢？大家跟我讲一下，我微调一下。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大人的美学时光，然后要送明信片。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呢，是绿绿私塾在过去呢经常在课堂使用的，叫做音乐辅导力。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是安吉丽斯的浪漫狂想曲，吉他演奏。如果认识绿绿很久的人知道，绿绿以前是吉他社的一个主唱，然后在很多餐厅或是电台有做驻唱的动作哦。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但是年轻的养分让我带进教室里。那这张专辑是当时候呢在电台的时候是宣传公关品的，好，很感动哦。就是在当 DJ 的那一段时间呢，给了我很多对教育的热情，对教育的投入。因为我是做线上教育广播，但是我不是说理的教育，我是一个用文学来陶冶人生的教育。所以有人问说，绿绿私塾大概是什么时候诞生呢？绿绿私塾应该是在20年前就在广播电台诞生了。那如果再谈更早以前，绿绿私塾呢，其实是从妈妈身上移植过来的一种情绪，一种信仰，一种信念。所以在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连假里呢，绿绿今天要为大家先来朗读绿绿私塾这一本第一本出版品 SweetQ 幸福创客集红色原理，听星星说话。在绿绿朗读的时候，邀请伙伴留言给我，你最想把这一张绿绿私塾的 SweetQ 明信片寄给谁呢？我们的通关密语是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要把明信片寄给点点点。好，通关密语再说一次，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要把这张明信片送给点点点。然后呢，伙伴把你要给他的话留言，绿绿现场为你写下来。今天只有10个名额哦，所以要赶快思考你要寄给谁呢？寄给自己也可以，那会后再把你的地址给我，绿绿就为你寄出这张美丽的绿绿私塾限量文创明信片。今天只有10个名额，欢迎大家
留言，我们尽量，如果伙伴真的太多人留言，绿绿加码也是没有关系啦，好 ，OK， 好，那现在大家再思考一下，我们要准备来为大家朗读，在朗读的同时，我们请你留言通关密语，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要得到文创明信片。然后要留言给谁呢？我想要把这张送给谁呢？那留言的内容由大家自由发挥，绿绿会看留言区帮你写下，好，帮你写下。那写作的方式呢，就是会用硬笔的方式直接现场教学，那伙伴也可以带着一支笔哦，慢慢的来练习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调整一下我们的音乐，不知道线上音乐会太大声吗？请伙伴跟我回应一下哦。好的，时间是早上的9:11，我们现在欢迎伙伴来进行我们绿绿思学 FM 520.999线上写字的艺术卡赠送时间。我们今天要送出的是10张青鸟送暖明信片，绿绿思学限量发行。那这也是4月22号的见面会的见面礼，只要伙伴呢，在4月22号的下午2点到4点来到乌日的罗布森书虫房，就可以见到绿绿跟我们牌卡设计的两位插画家 SweetQ 幸福元气卡的插画家，分别是初心小王子 Andy 老师跟阿金肥皂剧场晶晶老师。那现场插画家会送给各位什么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咯，所以神秘的文创小礼物呢，等待你现场跟我们见面，一起 SweetQ 幸福哦。那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课程的导读，进入的是绿绿思塾幸福创客集。那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章节呢，是我们的绿绿要送给大家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礼物，就是我们的SweetQ 幸福青鸟送暖文创明信片。那在绿绿朗读的时候呢，就欢迎大家开始留言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第一位伙伴，好，第一位伙伴呢，SHUCHIU 老师，他想要把明信片送给自己。好，那老师你就要把你想要送给自己的话留言给我，然后把你的地址呢私讯给我，不要忘记了哦，因为我们写完之后就会寄出给你哦。好 ，OK。好的，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翻开幸福创客集的第一页。谨以此书献给我在天上的母亲，我的第一位老师，以及身旁的家人伙伴，感谢有你们，生命美好，俨然幸福。从来孤独就不是可怕的东西，内心的寂寞才是生命热度的杀手。今天绿绿思塾 FM 20.999要为大家朗读的章节是绿绿跟妈妈之间绿绿思塾爱的传承。莫月在20年前绿绿思塾就诞生了，诞生在空中的广播电台。但是如果绿绿仔细想一想，在更早以前，应该是在妈妈的爱里面，绿绿就开始种下了思塾这个种子。
也导致呢，到现在绿绿都坚持着走这样的一条特殊的路。说来特殊，其实也不特殊，就是一个平凡人的一个推广自己信仰的一个路上。但是呢，在这路上绿绿遇到很多很多，就是收音机旁过去我在做电台收音机旁的伙伴，到现在还守候着我。那或者是现在呢，跟着绿绿老师呢一起在全台见面投入教学 SweetQ 的你，或者是现在正在听直播的你，这些都是绿绿私塾最要好的伙伴。也许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的心是相连的。为大家导读的是36页。2016年推广 SweetQ 教学法，四处奔波过于忙碌，加上绿绿认为推广的时效性比个人出版书籍重要许多，因此本来在2016年必须推出的 SweetQ 幸福创客集出版一再延档，所以在此要对于等候已久的真心伙伴致上最深的歉意。2018年绿绿守丧三年未满，内心的黑洞唯有教育能够填满，经常在梦里梦到小时候的鹿港私塾，那是母亲在鹿港老家自办的私塾。昏黄的灯光下，她踩着缝纫机，带着混龄的乡邻孩子们吟咏着春花秋月般灿烂的唐诗宋词。他的教法新颖活泼，他善用游戏体验式教学。原来玩出学习力的 DNA 早已在绿绿的灵魂里苏醒。母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用身教示范经营一个无欲无求创新活化的在地私塾，所以现在的绿绿私塾只是模仿母亲的教育爱，圈起一个又一个没有名利只有爱与陪伴的共学圈。母亲生前对我的鼓励犹在耳侧，我现在要把这一段爱的叮咛送给直播的您，谢谢您一直为教育投入。我的老师告诉我，他用身教告诉我，当一位人师就是要视学生如己出，伴学生如月照，爱学生如百度。教学20年来，我谨遵师训，不敢怠慢。我要谢谢我的第一位老师，我的母亲。这段话本来是要在2016出版的自序里面烙印的，没有想到一再延档，2018年的3月春天，这段话才让大家见识到绿绿私塾原来源起于母亲身上对教育的爱跟流动。什么叫视学生如己出呢？妈妈对我说，每个孩子都是珍宝，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什么叫伴学生如月照？她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无暇，所以不要过度燃烧健康，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爱学生如摆渡，我们每一次和学生的相见都是一期一会，不要坚持功成在我。当我们陪伴他度过了这一段时期，下一段的贵人老师自然会接力。我现在要用这段话送给我们线上的伙伴，视学生如己出，伴学生如月照，爱学生如摆渡。这不就是我们一生投入教学最初最初的那个初衷吗？绿绿 SweetQ 幸福创客集也是带着这样的幸福信仰，要跟大家一起投入教育桃花源。如果您曾经聆听过星星说话的声音，你一定明白绿绿在说些什么。好的，我们第一阶段今天要来送我们的爱的明信片。
我们聆听的是安吉丽斯吉他高手浪漫狂想曲，这张专辑呢是绿绿私塾呢在空中诞生的时候，身为 DJ 的时候的公关宣传品，挖出了20年前的一张专辑，不晓得能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不管时代如何的改变，我想我们在心中的这份爱是不会被打败的。尤其最近有非常多的新闻，让绿绿看的实在是瞠目结舌。不管年金的改革打压，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策略一直在进行着，我想我们对孩子的爱，还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坚持，应该可以在这个洪流当中杀出一片重围。好的，今天的通关密语是青鸟送暖绿绿私塾，我想要把这张明信片送给谁呢？欢迎伙伴留言。那我们第一位获得的老师，刚刚有留言的是我们的应该是陈老师哦。那我现在先为他保留下来，陈老师要把这张明信片送给自己。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爱的罗曼史》，这是绿绿第一首吉他自学曲哦。因为在自学的过程，每一个人应该都会先学这一首哦。OK， 好，那麻烦老师记得留言给我哦，留你的地址。好，我们把镜头往下。听到这一首吉他曲，我会想到那个蓝色生死恋。好的，欢迎伙伴呢把这个你的留言留下来，今天会有十个线上互动的伙伴可以得到我们的文创明信片。4月22号罗布森书虫房、绿绿私塾跟初心小王子还有阿金肥皂剧场文学跟美学的跨界联合，会在台中乌日等你来见面，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谈谈文学，感受美学。连续两次都被那个四叶用到没水了。来，绿绿啊，换你捧。好，我们第一位老师呢，我们已经确认了明信片。那谢谢瑞林老师对绿绿的勉励哦。我们一起一步一脚印，为教育走出一条踏实不平凡的路。谢谢瑞林姐姐。那欢迎伙伴留言，送给自己哦。OK。你有想见的人吗？或是在连假当中你已经见过他了？欢迎伙伴呢在今天的绿绿私塾线上互动时间里面留下你要给你牵挂的人的一段
感性的，或者是温柔的，或是温暖的，不管是哪一种的语言，我相信他都会是很开心的。好，那老师要送给自己的是自信微笑莫忘初衷，没问题。老师会后记得留言，留地址给我 ，OK。那我们字数就是虽然不限啊，但是老师字数也不要太那个太多，因为还要写你们的地址。这里是 FM 20999绿绿私塾空中 radio， 感谢伙伴今天早上跟绿绿一起进行大人的美学时光。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是安吉丽斯大师吉他大师所弹奏的《爱的罗曼史》。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活动呢，是要提前把这个见面会的文创小礼呢送给大家，因为有的伙伴呢没有办法在当天来到乌日的罗布森书虫房。现在进行的活动是青鸟送暖，伙伴可以在通关密语之后留下你的家具送给你最想送的那个人。我们的通关密语是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把这张明信片送给谁呢？送给自己也可以哦。那绿绿老师会现场为你写下你的留言，我们今天会有10个伙伴，那我们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下面会有地址的一个书写。好，我们第一张已经送出去了，老师记得要留私讯给我哦。第二张留言是新月老师，新月老师说，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把明信片送给老公，感恩有您的关心跟照顾，全家好幸福。没问题。那我们是代课书写，所以我现在直接写老公上去，然后等一下留言是新月，好不好？这样比较有真实感哦。新月老师结婚多少年了？感觉写这种很甜蜜的留言哈，应该是那个老夫老妻会做的事啊。绿绿在年轻的时候很害羞的哦，就是不太敢这个讲这个比较甜蜜的话。可是现在这几年越来越会讲哦，哎，我觉得是因为境界到了另外一个境界，觉得没有把话说出来很可惜。好的，这里是 FM 20999绿绿私塾大人的美学时光，今天为大家导读了幸福 Sweet Q 给妈妈的一段话，并且把妈妈的爱的叮咛送给大家。现在进行的是绿绿私塾青鸟送暖的时间，欢迎大家留言哦。26年的太棒了，值得这个当我们的典范哈，26年还可以这么甜蜜哦，真的很棒。好，那记得新月老师要留地址给我哦。来，第三位伙伴咯。
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9:30，这里是 FM 20999绿绿私塾空中 radio。欢迎伙伴一起来进行把爱寄送出去的一个动作。我们今天早上要送的是青鸟送暖明信片，绿绿私塾限量发行，在外面买不到的哦。好的，那第三位留言的老师已经出现了，我们为老师留下来。是送给女儿的吗 ？OK， 好，我们谢谢叮当老师的留言。那记得大家要给我你们的寄送地址。好，那我们希望在下个礼拜呢，绿绿私塾找个空档的时间帮大家寄送出去喽。好，亲爱的姨，这应该是妈妈送给女儿的叮当老师的留言。好。爱情是不完全的，可以帮叮当老师改一个字吗？我们再把它提高一下，爱情是不完美的，但因为不完美哦，我们从中学习很多，因为不完美所以很美丽。美在哪里？美在我们从爱中长大了，美在我们从爱中学习到自己的不足。祝福姨，绿绿老师，祝福你可以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们不祈求完美，但是我们祈求适合，适合的爱情才会让我们走得很长远。好，这是你的妈妈送给你的哦。有妈妈真好呢。我们在爱中成长，我们也在爱中陨落。我们在爱中自立，我们在爱中颓废。爱情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有爱，但是要维持这份爱，可能要问问新月老师咯。新月老师结婚了26年，依然这么的甜蜜。常常看到老师的脸书呢，全家呢很幸福，到处去旅行。我想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爱的境界吧。当我们把爱提升到一种应该这样说哈，不用数字去计较的爱，就会显得很从容很自在。我昨天跟我先生在这个带着小朋友到附近的一些景点旅行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没有出国，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啊？我先生说现在不是在出国了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心境的问题哦，因为绿绿的婆婆年纪很大了，那这几年因为她开过2次刀，腰椎跟大腿膝盖，所以呢我们尽量呢不坐长途车，甚至不让他有舟车劳顿的痛苦，因为他也很不喜欢就是到处乱跑。可是我们就是尽量呢带他用很舒服的方式呢，在邻近的村落里面呢进行小旅行。那婆婆不喜欢外出饮食，所以绿绿一定在家煮饭，不管是什么节日，连大年初二都是我自己下厨，因为婆婆喜欢吃新鲜的在地的食材下去烹调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觉得遗憾哦，因为旅行是跟什么人在一起，而不是去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绿绿这几年几乎不出国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因为婆婆没有办法做长途旅行哦，那腰椎会非常疼痛。好的，时间是早上的9:35，绿绿私塾现场 radio。我们今天有3个名额，好，已经那个完成了，好，有3张明信片。好，那我们现在呢还有名额哦，如果伙伴有需要的话，好，因为绿绿私塾线上直播的时间不多啦，所以绿绿有时间就多开直播跟大家来分享。
没有没有，这个我想换作是新月老师应该也是会这样决定的，就是我觉得跟什么人在一起真的是比较重要哈。那个去到何方，当然是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但是绿绿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未来可能会跟新鲜去到说出来大家会笑，我们计划了要去金庸武侠小说所提过的地方，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金庸迷哈。那本来其实绿绿结婚的时候是要古装的嘞，但先生比较害羞，就这个拒绝了我，不然我是要扮小龙女，你知道吧？好，时间上是9:35，这里是绿绿私塾空中 radio。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阶段跟大家分享的是，SweetQ 创客集幸福创客集的一个导读。今天阅读的部分是，绿绿私塾的诞生。那接下来第二阶段呢，请伙伴可以通关密语是。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要送文创明信片给谁？送给自己也没关系哦，绿绿会代客写情书，目前已经写了3张了。好，今天线上有10张的扣打，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现在要来进入第二阶段，就是手上有牌卡的老师。绿绿私塾这一次呢，就是特制自己出版了胖胖的幸福日记心灵牌卡。可以，叮当老师可以送一张给自己哈。线上的伙伴只要有需要，绿绿都会很大方的。欢迎大家4月22号来到了乌日罗布森书虫房，绿绿私塾会在那边等大家哦。我们现场2位插画师跟绿绿一起来美学跟文学的跨域合作，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现在到了抽牌时间了。好，现在这一副牌有55张。好，55张，绿绿洗一下牌。那大家可以呢，怎么抽呢？你告诉我你要抽第几张，就是今天的运势了。心灵解读牌的玩法有很多种，那只有在绿绿私塾线上的时间可以看到另类的玩法。那在我们的书本里面的116页可以看到基础的玩法，116页。那我们这几次也示范过了图像力、故事力。好， OK， 好，那今天练习抽牌的方式，我们先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镜头。好的，好，那麻烦叮当老师留言给自己。好，现在绿绿帮叮当老师抽牌，1 2 3 4 5 6。好，第六张牌。好，叮当老师抽到的是云朵 K。 云朵 K 呢，云朵在预言的就是最近你处理事情要冷静，要沉着，要有系统化，然后呢要不慌不乱，才能变成自己的 K 王 King。好，才能成为自己这个案件里面的主人。那当你把这个事情完成了呢，它的成果是非常美妙的，就是会有人跟你一起笑，一起欢乐，一起庆祝。所以这张牌是好牌，欢乐牌，欢乐牌。好，那叮当老师最近有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太过于难过，好好的解决它，自然就会心想事成。 OK， 好，太神了。好了，来，再下一位吧。来，谁要抽牌？绿绿不是魔术师，我没有那么聪明。绿绿也不是通灵师，我没有那么厉害。绿绿只是一个用心呢，把教学变成系统化的一个平凡人。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玩一下。来，你看我连洗牌都很笨拙，对不对？有没有人要来抽牌？好，线上有牌卡的老师也可以一起来练习哦。好，
今天绿绿 C 叔要送出十张文创明信片，我们的通关密语是绿绿 C 叔青鸟送暖，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留下你要送给谁。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想念起谁，我们又爱着谁呢？绿绿 C 叔为你送暖给他，几个文字的一个奔腾就可以聊起一个内心的感动。那大家要留言的话呢，赶快留言，因为我们时间只到十点哦，一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好，那我们现在先抽25号，一、二、哦，应该要缩时摄影哈，21、22、23、24、25，好，来25张牌，第25张牌叫 Kampaday 哦， Kampaday 这一张叫 Opa 卡，你看这边有个 Opas， 就是呢，你最近如果有考试或者是考验的话呢，方向是正确的就会 Opa， 那是红花二。好，红花二，红花呢代表的是用爱、用温暖、用热情，又用这个活力去战胜你的疲惫。那二呢，就是不要争第一，老二哲学。好，当你放下老就争第一，有老二哲学的心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快速的呢让自己战斗力再生。所以呢，跟老师们报告，抽到这张牌的就是欧帕卡，非常的棒。不管是什么挑战，但别忘了要用你的热情、用你的爱、用你的仁慈、用你的活力去把这一切呢克服下来。 OK， 这是一张好牌。好，这是第25张，再来39。好，第39张是叮当牌，这张是抱抱卡，叮当帮女儿抽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拥抱，所以叮当现在赶快去抱抱女儿吧，女儿现在赶快抱抱妈妈吧。唯有家人呢，才是呢最大的避风港。这张牌是红花七，七代表是 Lucky Seven， 所以呢，要告诉亲爱的姨，不用担心，妈妈抱抱你，家人抱抱你，你可以重新开始的。好，就是要找一个会拥抱你的男孩，要找一个会真心喜欢你的男孩，你的爱情才会到来。好，那红花的部分呢，是爱、热情、活力。那绿绿老师还要再送给你一个叫关怀，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关爱你，你要记住这些人都在爱着你，一定要加油哦，送给亲爱的姨。 OK， 好了，不要哭哭哦，抱抱。好，时间是早上的9点45分，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课程，希望可以顺利在4月中旬开始上市。绿绿休养了一年，好像觉得恢复了差不多了。来，今天总共有10位老师可以得到明信片，所以在这个老师们在想要送给自己的花的同时呢，绿绿思绪来为大家呢做心灵牌卡的抽牌。来，还有哪一位呢？可以告诉我你的号码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叮当老师要送给自己的花是什么花呢？不哭不代表悲伤，就像笑着也不一定可以开心。这是广播罗曼史的佳句，好棒哦！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句抄下来。好，我们现在先写字哦。大家知道吗？我们是用那个很25年前的一台CD player， 所以我现在是手动。现在为您播放的音乐是安吉丽斯《浪漫狂想曲》，这是绿绿20年前在当 DJ 的时候呢宣传的公关品，滚石唱片发行的。好，很开心在家里做广播也可以把这个压箱宝拿出来。那我们先送给叮当老师。好，他要送给自己的家具。
不哭不代表不悲伤。就像笑着也不一定代表开心。欢迎有留言的老师，记得要私讯我地址哦。好，那这一段话是宋可林广播罗曼史。大家如果没想到什么送给自己或别人的话，用书的家具啦、留言歌词啦、流行歌词啦都可以的哦。不要那边想破头，然后呢时间就过去了。好，为叮当老师写好了，好 ，OK， 好，今天我们还有六个名额哦。好，那范老师他要抽的是第五张牌 ，OK， 我们一起来抽牌。邀请大家4月22号台中乌日罗布森书虫房，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美学专家，初心小王子 Andy 老师跟阿金肥皂剧场金金老师，要跟绿绿私塾一起来一个美学跟文学的跨域合作。我现场见面会会有文创小礼物，今天曝光的第一波小礼物是我们的文创限量明信片，恭喜线上伙伴，只要留言就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你们能到罗布森书虫房来跟我见面，我会更开心哦。OK， 好，那我们为小王子抽第五张牌。好，第五张来看一下。好的，我们现在的第五张牌是红花 A， 红花 A， 这张牌卡是绿绿非常非常喜欢的。这张牌卡在预言的是宁静，它是苹果，然后有一只蝴蝶，所以这张牌呢，绿绿都会恭喜抽到这张牌的。这张牌叫做花落盛开蝴蝶自来，这张牌在预言的只要你果实甜美自然就会有收获，所以要蕴含自己的底蕴，就是要努力充实自己。那这张牌是红花一，红花一代表就是要热情，要有劲，要充满着爱去看待你所奋斗的目标跟理想，然后永远保持把自己呢放在最好的位置，所以蛮适合小王子的。因为这一张卡是不说话卡，好，完全不说话的，他只是微笑的看着这个世界。蝴蝶即将要来了，我们祝福小王子，蝴蝶翩翩即将起舞了，祝福您。好，接下来是我们范江医生，我们的好朋友来。范江医生是我们心灵跟身体都要这个健康的守护天使啊。那今天绿绿就来稍微关公面前耍大刀一下，来，范江医生要抽第七张。好，医生抽到的第七张卡是减肥卡。医生，你有需要减肥吗？我看您是很帅气的，应该不需要哦。好，那这一张卡呢，其实不是在字面上的减肥，这张卡叫决心卡。好，决心卡，这个决心卡意思就是说，医生，最近如果您有什么目标，一定要下决心。您抽到的是钻石二，钻石的意思就是要学习，要透过方法，要透过智慧，然后要给自己正能量，不要有负面情绪，所以钻石代表的意义是美梦成真。
闪闪发亮。那要祝福医师哦，可能你不需要减肥，但是你有需要的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下决心。那我们的数字二呢，还是一样是老二哲学，告诉医生说不求第一，退求第二，自然就会成功。祝福您，决心卡，决心卡 OK 好还蛮有趣的哈，不晓得医生最近应该不用减肥了哈。好的，那我们现在线上的时间呢，剩下最后的十分钟了。各位有人要抽牌吗？没有，我们要进行结尾的时间咯。好，今天送出去的四张明信片分别是给叮当老师的宋可琳的爱的广播罗曼史，然后呢送给姨的好爱情不会完美的，好，然后我们送给张老师陈老师的莫忘初衷，好，我们送给新月老师的安娜达的 OK 好，我们线上还有名额，伙伴把握机会哦，在我收线之前都有时间为您写一封美美的文创明信片送给你最爱的那个人，最想念的那个人，就算他在天国收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寄给自己，或者是你可以送到他的他在长眠的地方，放在他的身边。好 OK 好，律律师15线上 Radio FM 20999，我们今天为大家进行的三个单元是幸福创客及 SweetQ 的导读，以及我们心灵牌卡的抽牌时间，最后我们今天会送出律律师15千鸟送暖明信片，我们通关密语是律律师15千鸟送暖，我想要得到我创明信片，我想要把它送给谁，然后留言给我就可以了。谢谢瑞琳姐姐，小王子即将要蝴蝶翩翩起舞，跟他说要加油，不要太退缩，把自己的热力发散出来 OK 好，还有人要这个抽牌吗？好，那欢迎大家呢在得到明信片之后要写私讯给我，私讯里面可以再加一点不一样的字句，比如说刚刚写给安娜达的有没有什么秘密情话啦 OK 好吗？人生有很多的不顺遂，但是这些的不顺遂呢是在刺激我们往平坦的路走去，在不平坦跟平坦之间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生活的小确幸罢了。就像小四叶呢，他昨天跌倒了，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呢捡了一个四叶娃娃给我，说妈妈你要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开直播。好，我们每天在家里都可以收到他给我的这些小小东西，你知道这些小东西对绿绿来说是多珍贵吗？这些就是我的全部了。所以当这次去马来西亚，很多人会说老师哎呀天哪，你为什么要隐居啊，这样太可惜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哦，因为我可以得到这么多人对我的关心，这么多人对我的爱，这么多人对我的照顾。我觉得在过去我一直在照顾孩子们，在照顾一个学校，在照顾，我觉得我在照顾他们，可是或许呢我的爱呢并没有完全的正确的递送出去，但是在现在的一个每天的岁月里呢，可能我比较没有归属感，从一个城市移动到一个城市，但是我觉得我很满足，因为这就是我现在能做的。我是一个手上空空没有资源的人，但是能从三年多前一直到现在都是各位伙伴对我的支持，所以绿绿非常感谢各位力挺我到现在，所以有什么最绿绿身边最好的资源我都想要跟你们共享，所以来来吧。最后的五分钟，有没有人想要得到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明信片呢？欢迎你写下通关密语绿绿私塾青鸟送暖，我想要把明信片送给谁，送给自己也可以哦，然后留下一段佳句。我们来看一下几张范本，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大人的美学时光。这是四叶画的妈妈跟她，我回国的那个晚上12点半到家，然后呢四叶还没有睡，
因为他在车上，然后就笑眯眯的一直陪着我这样子。斯汀老师要不要留言呢？斯汀老师，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好不好？来，强迫中奖。好了，写一张啊，谢谢斯汀老师。来，斯汀老师，那个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自己呢？好，等一下斯汀老师有什么话送给自己啊，记得留言给我哦。好，那个瑞琳姐姐，那个要不要留言写一张给小王子？关注身心，好。大人的美学时光，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当我们身心平稳安顿下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往下一站幸福的旅程走去。好的，我们送给我们斯汀老师是关注身心幸福999，这里是 FM 520999绿绿私塾空中 Radio， 我爱你999。今天线上直播的时间要接近尾声了，在安吉丽斯吉他大师的一个音乐里，我们一起分享心灵中最美的那一段旅程，不管是在身体里或在心里，我们都要安顿好内在的那个小孩，让我们的内在呢跟我们平和的相处。不管你人在何处，绿绿私塾都要寄给你最美的一份心意。在4月22号罗布森书虫房，绿绿私塾下午2点到4点进驻罗布森书虫房，我们邀请了两位大师来跟大家见面。第一位是我们胖胖的幸福日记设计者，我们初心小王子，那安迪老师会现场带来胖胖的一切。今年刚好就是狗年，我们以发豆狗胖胖来代表我们的吉祥物。另外一位是阿金肥皂剧场的金金老师，他也会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文创互动。那从绿绿私塾跨界美学文学跟美学的合一，让我们身心左右脑的开通，不要忘记咯，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身边。绿绿私塾幸福见面会在4月22号的下午2点到4点罗布森书虫房等着你，不见不散哦。好，我们今天最后一张是范江医生的《岁月静好》，没问题。那记得有卡片留言的伙伴都要留私讯给我，我才有办法把它寄送给你哦。那医师是要寄给自己吗？我先把空白留下来哦。
岁月静好是绿绿这几年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当我们从混沌的生活里面沉淀下来的心是最真最美最善良的，这也是绿绿一直一直在修炼自己在学习的。在滚滚的红尘当中，我们何其有幸能遇见频率相同的人呢？所以我们人生知己不在多，贵在真心。感谢伙伴今天线上的收听，我们绿绿私塾 FM50999 空中 Radio 我爱你999，今天圆满结束我们的卡片送暖。如果您有想法，我们下回再见。不管在岁月的静好里，在城市的流动里，我们都要自信微笑，莫忘初衷。我们要照顾自己，也要感恩别人。同时呢，我们在爱情当中，在亲情当中，在友情当中不断地修炼自己。不管是笑或者是泪，不管是悲伤或者是欢愉，我们不要忘记了关注自己的身心。祝福各位伙伴幸福999，这里是 FM50999，期待4月22号台中乌日罗布森书虫房绿绿私塾 Sweet Q 见面会，我们一起相见，一起幸福。祝福您，我们下回见，拜拜。